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丹尼哦。我们都知道，身为男人哦，很难有什么快乐可以比得上打枪的快乐。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台北，就跟大家一起体验这种打枪的快乐了。好久不见，阿星。对，就是最近呢，阿星他迷上了这个软弹枪嘛。那大家认知的软弹枪可能是像 Nerf 那种玩具。那现在呢，其实有一些第三方的厂商，他们推出了一个自己的软弹规格，然后打起来呢就非常的不一样。但我们说这么多，不如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这些枪跟这个软弹打起来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软弹枪的规格已经跟我们所想的非常的不一样了，它的外形已经非常的军事风格，然后甚至有电钢系统。我靠，我直接把这个是凶。阿星手上现在这一把是一个叫青武库的厂商推出的叫 Edge 的枪支，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枪。然后这一把呢是我的枪，这把叫做火鼠，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手枪造型的发射器。然后它现在就是子弹的规格已经跟我们认识的那种 Nerf 不一样，是这种叫短弹的规格，比较小颗。那小颗的优势就是它可以收进这个比较短的弹夹里面嘛，所以就可以像一般我们熟悉的那种 BB 枪玩具一样上膛然后发射。而且它这个有趣的是说，它还有这种在弹夹打完之后可以空挂这个枪机的功能，然后我们可以换第二颗弹夹上去，好，就可以直接再击发。所以这个操作性已经跟我们以往认知的那种热热服已经非常不一样了，相当的期待，因为我是第一次跟人对战，那我们拿出来感受一下被打得不要不要。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软弹欢乐场的初体验，我觉得还算蛮有趣的。那因为今天天气其实没有很好，风蛮大，那大家其实非常热情，所以我觉得这活动还是蛮不错。那就问一下他们这个活动的主办的单位名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应该是可以加入这个软弹枪的行列这样子。它叫做 Alpha Nerf Fire 中文讨论聊天社，是一个 FB 社团是吧？没错。OK。对，相关资讯都可以在那边可以看到，他们办活动的时间都会在那边可以看到。大家那个哦，今天的就是不给糖就，哦，所以大家才会带糖果来，是不是？没错。哦，原来如此，你没跟我讲啊。不要笑，这是体验这个气氛的感觉。OK。没错。好，然后就是各位大哥，就是也都非常的热情，然后也有小朋友一起来玩，很有趣。那就希望下次呢还有机会可以再来打这种现场活动，毕竟这种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做一件事情的这个机会其实也不是那么多，激情四射，对，激情四射啊，射满都是，对，好，然后就是，总之就是好玩啦，真的好玩。然后现在可能变凉了，不像夏天的时候那么闷热嘛，所以现在其实还蛮适合这样子出来走走晃晃的，好不好？那今天差不多先到这边了，好，我是好男人模型公司的丹妞，是阿星，好，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